我们高雄市长所带领的啊，咱的市执政府的团队，以及啊，咱伫电视机上关心高雄市情的市民朋友，大家午安。啊，伫遮我要来先去提起着咱的凤山溪。啊，当然凤山溪，我相信伫县政府时代，包括咱的县市合并了，我相信咱的政府啊，会当讲。一个会使讲，咱打这个凤山溪整治甲，予咱的凤山人会当正肯定。但是有可能啊，当初县政府的时代咧，我应该是啊，咱的较早咱的余正贤县长，过来咱的杨清兴县长，当然过来咱的市政府换咱的陈吉市长，即马换咱的韩国瑜市长。但是我要提供予咱。啊，咱的市政府团队，啊，咱的水利局，咱的水利局长，啊，要来了解今仔这个凤山溪，那用这样的来去感觉那个，会使讲整治甲，予人会当拍破甲娱乐。我但是咧，有一寡咱凤山溪住伫厝边的人，啊，有可能大家有部分的人对这个部分有可能因的感觉。予咱感觉做了，伊认为是无理想。哦，当然无理想的部分，等下我一项一项，甲提供予大家做参考。这就是咱县政府时代，哦，这县政府时代吼，啊，这就是予咱县政府时代了，过来一直整治甲即马，予龙岩直接我提供予咱的市政府团队，包括水利局长。这点可能当初咱的凤山溪当初伫设计过程，当然这个所在就是咱的县政府时代，咱的杨清兴县长当然伊伫考察去到咱的日本也好，去到外国也好，伊了解到啊，咱的水，咱若无落雨的时阵，有可能伊要甲制造啊，迄个溪底会当有来绿色，有咱的青草，或者草啊，互咱感觉上看到较舒服。但是有一个部分可能，咱是毋是爱来检讨？对一部分呢，就是讲啊，咱的溪底内底，伊用迄个咱的迄个除草桩，但是除草桩当中有可能将近啊，咱的一尺的管。一尺的管，咱的排水当中咧透，有可能会减足侪量。重点减足侪量的过程咧，百姓伫遐一直咧甲我抱怨咧，就讲汉中啊，咱政府，咱的有钱无地开呢，是毋是无地开？伊迄个草啊，有可能一个月若无刮，就发酵到将近足长的过程。几个月都要清一次，重点就是伊的迄个底下拢会去造成足侪呢，迄个那六个门啊，吼雕伫迄个规个迄个溪底。重点过来去生蚊虫，过来生蚊虫。当然这部分，我相信是伊一人一人的看无共款，是毋是？咱的水利局长，局长你看这个方面是毋是会当来做改善，还是要来去？要安怎来去搞咱的水量未影响的情形之下了，阿麦有迄个草啊来，咱每一冬在边境回来，伫遐挂遐草啊。好，我相信这可能咱若去个了解，百姓自己搞唔到来，你搞我念，当然是我相信凤山曹公镇的整治到，大家应该会当去肯定。但是这部分是不是会当来做一个改善？是不是局长简单答复一下，好不好？请水利局长答复。好，谢谢主席，好，谢谢议员。这个确实如议员所说的啦，我们也花了不少经费在这个清理上面。不过议员所提的这个部分啊，这个是不是让我们回去研议一下，然后做一个规划，或者是找一个部分来做一点示范，这个让我们回去研究一下。局长，这部分我相信有可能要来恢复，对，就是恢复到安尼。你的认为，你的认为呢？这是
这样子来看是比较容易清理，而且它的那个粗糙度对通水来讲是比较好的，确实是这样子。但是紫草也有紫草的好处啦，不过我们会加强清理就是了。现在重点就是他那个咱自己干不要编医生来割那草啊，当然自己干不要编医生，这草很快就发动了。好啦，局长，这我是提，因为重点是附近的百姓一直来你跟我念，我相信这种东西我们民意代表当中百姓来你跟我们提供，咱我讲是不是提供给咱的政府单位相关单位来做参考，是不是也可以考量再怎样去把重点都是那里面六个门都没清啦，六个门都没清啦，这六个门没清造成网虫一堆啦，这拜托局长，局长请坐。好，谢谢。咱的公务局吼，公务局这我拍破面无做啦吼，重点我要拜托吼，以咱高雄市政府所有的单位，警察局、水利局、交通局，电管都是高雄市政府。高雄市政府过程中呢，有足侪问题，拢是咱的市政府本身伫重大工程当中都会来去耽误到。那个挖管中心，我相信挖管中心我们的那个路面的管理，它有一个的连线的管理。但是我要拜托，即马咱大寮有一件，好的，我有甲副局长拜托到，我有副局长拜托大寮这件水利署所拨落的，下要做咱的自来水。自来水这条钱，伫两三当前水利署拨下来的这个工程费，这条工程费伫经过两当的时间，克服甲这条自来水要来设施要挖这自来水过程，当然这条经费伫一当若无做，因的钱就会去收回。我为了这条钱，不要去让它收回。保留到现在将近两年，这两年的当中，结果自来水公司来要把我们挖管中心清清落管，中央补助我们恢复的那个是两米的，资源国内底拢是恢复是两米，结果我们挖管中心需求全面要恢复，是不是挖管公务局长是不是这个可以来协助，赶快帮忙，我们大寮。他这为了这个民生问题，这个他们这个民生问题没有自来水，他们非常的需求那个自来水，赶快把这个工程也让来完成。所以局长，这个挖管中心是不是可以协助一下，赶快较紧来个回来个准一回，让有那个路权可以先动工来做这个水利，做这个自来水。局长是不是可以答复一下？请公务局长答复。谢谢主席。喂，谢谢主席，谢谢张议员啊。这个我们来了解看看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对于道路的管理，就是如果是新铺的道路，我们一年内是禁挖了。不过如果有情形特殊的状况，那我们愿意来了解来协助哈。那这个案我先就是记录起来，但事实上的那个。他申请入证的情形，我们回去去查，然后他的结果再跟我们张议员来汇报。以上。好，谢谢。副市长，刘那个后能路，这也是要拜托一下。后能路这些是不是跟我们局长请坐？后能路是不是跟我们挖管中心这边是不是可以来互动一下？副市长，是不是你简单答复一下？请刘副市长答复。好，谢谢主席，谢谢张议员哦。刚才谈的那一个部分，当然自来水的这一个，因为显铺的这个经费不足，这个我们会跟公务局我们来这一个协商。那第二个凤田路的那一个部分，我会来交代这个挖管中心怎么样来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了哈。因为我们现在当然铺过的时候大概管制一点，那原则上如果能够在小面积的这一个部分。我们再来做一个协调。谢谢，那个也是水利局来拜托我来挖管中心的。我知道，谢谢啦。水利局
好，谢谢张议员。继续，我们请。